猪啊！你听到吗？啊，听到，真的。为什么只有我跟另外一个人听？所以很多人都很晚来确定。今日最高月这附近的日出时间，依照过去的记录啊，大概会是在7:01左右。日出过后有要搭回程班车的旅客啊，回程班车有三个班次，回程班车有三个班次。哦，我马上吃摊饭可以。哦，对啊，哎、没有，可是那好像很早熟。哦。哎、这是住山吗？对。人早。今天的太阳是31号，最后的一天。哇，这边很美。因为很好的一天啦。很好。对。38,960,607
记得。我们有两盒了，我要两盒了，两盒是有沙发跟桌子，然后两个床头柜都有插头，一样，这应该是两个双人，两个单人床并的。小，再来是浴室，浴室还是一样很大，然后马桶在这里，旁边淋浴的还有一个浴缸。还是我们吃加麦皮蟹？我不要，又不吃皮蟹，皮蟹不吃了，合理吧？知道了，谢谢。看一下，对呀，都一样。这方面有没有要外带的？有要外带的吗？白鱼，白鱼很棒啊！沙路快虾。哎呦，这么美！直接跟他点就好。安，我们要去民生火鸡肉。
画。我画，我只有画。vlog 都有鸟，然后我都会说 hello， 你看完全不飞，飞了。跟我们来不用排队，刚刚还在排，小排而已。哦，满一三七号，都关掉了。啊，那也可以快了。但是我们先把行李箱往车上放。有啊，小小的哦，那里啊，对啊。哦